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，来观战吧。残梦的杰克、砍坦击球前锋三打架阵容配一个邮差。打架阵容打杰克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相对来讲杰克会更加有机会一点。就是如果是军事的话，直接上来打架，我觉得杰克会更加有机会一点。我们看下这边天赋，天赋应该是困兽肯定点了。没点困兽，三点愤怒啊，这么刚。困兽我觉得可以点一点呀，这困兽点一点不亏的。忽然有机会了吗？有的，好，很舒服。一个加速，减速钩已经用掉了，就蓄力刀，一刀直接倒地。好，这套阵容很难打了。这套阵容他们一定，因为这套阵容想要打架呢，他得怎么样？他得前期占得优势，然后打架把这个优势给扩大。一旦前期劣势，你打着有可能就是把劣势扩大，求人被他打一波架，然后人没保下来，自己就不算倒，就自己吃点伤害什么都是很亏的。这边机子还被干扰到了，难受啊！这局我觉得求人没了。残梦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赢面高达73.09%，非常准确的一个胜率啊。不会像大老师那样根据局势的改变而晃动。我觉得这把的话，来前方拉球了，三二一，来来来来来，直接拉球。没有来撞嘛？没有来撞，打中的是前锋，还可以前锋，要不要来补撞一手？这一波本来我以为前锋会撞一下杰克，没想到那这边有闪有隐身，最好不要交这个闪，反正活命还没结束。因为他这边的话隐身误认，哎这边，这边。蓝色这个走位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他没有能，他应该是回头看，然后走进了一个死角。但杰克这边闪现交了也可以啊，这边勘探员一块磁铁人放下了，可以放下就可以了，放下就可以，往外爬再丢，来不及了。最大的问题是这波救人其实救的蛮好的，但很可惜就是并没有能够牵制起来。当然这边杰克交了闪现，能需要牵制起来也比较难。最大的问题，他们机子不够，现在机子差太多了。打架你根本没资本打，你有什么资本打？外面差这么多机子，打什么架？哎呦，没打中，打一刀。好，这边的话进隐身的前锋一波回旋撞 ，nice。击球手再来，哇，三个男的围着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刚才那一步，丢着磁铁，举着棒子，还有一个前锋，我勒个老去！哎呦，再来，漂亮。打是打得很好，打是打得很好，不得不说这局求者这边的一个打架真的打得很不错。哎，前锋翻进来，再补，还好这前锋交互够快。邮差是一个上挂飞，这边的话选择压住这边马吉，才梦想要赢。那这局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两刀误刃都没有能打到，一刀打那个击球手的，一刀打那个前锋的，两刀误刃都没打到他。但凡这两刀误刃里面有一刀能打中的话，我觉得这局他都已经是赢面了。就不用后续了，这边求者想补状态，其实我觉得他要赢的话呢，他不能给到求者这边补状态的机会。邮差你外面想干嘛干嘛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误认先带走一个挂上。哎，听说你们想打架啊，机子差这么多还想跟我打架。起爆发，起爆发，这边其实可以挂，我觉得可以挂。追猎起来了，追猎起来了，加速漂亮。慢慢的求者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跟我说的一样，就打着打着就求者被打没了。因为他们的一个打架呢是打一波道具少一些，然后打一波状态少一些的，所以他们的一个可持续性不够。只有比如说差个一台多的机子，然后呢你这边打着打着打着把这机子拖出来了，但你机子差太多，三个人都来打架，没有人去那个修机子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局就变成了一个慢性死亡。你打得再好，对吧？刚才那波打得真的很好，这样子把这个邮差给硬生生保下来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其实没什么用。你并没有把这个打架的时间转化为你的一个修机进度，那这个打架就是秀操作啊，就空打。前锋这边的话，一个加速过来要救人，但是他没有搏命了，来误人，误人，漂亮，好救下来，先倒一个前锋再去救。那边勘探员是已经过半的，这边有闪现。吸手就吸手嘛，对不对？你都是一个马上要挂飞的人，让你吸一下又怎么样呢？啊，
好像闪现都不用了，物流好了，一刀好挂飞，挂飞以后机球手这边可能前锋可以摸起来，邮差是个上挂飞，机球手二挂，外面机子，我们算下机子，看下机子大家就明白这个局面有多裂了。这台机子修掉还差一台整机，这台机子修掉还差一台整机，就那台遗产机，大遗产机修掉还差一台整机，这怎么打？根本没法打啊，没办法。当然这套阵容，如果说前期邮差能够牵制他躲掉两个物人啊，牵制起来，然后把闪现也逼了呢，我觉得这个局打架阵容是有机会能打的，因为他们这一局的操作真的非常不错，前锋击球跟勘探员这三个人的操作全部是拉满的，就是已经竭尽全力了，已经竭尽全力了。一刀先拿无人，直接闪出去，要我直接闪。反身过来抓前锋也行啊，也行。问题不大。一刀无人，漂亮，精彩。挂上前锋，最好去管密码机啊，最好去管密码机。机手一棒打开，直接捞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求生者打架有可能能打。如果现在不管密码机的话，有机会能打一个四人开门战了。误认，二挂前锋来救，半血前锋，这个机子有加速性，感觉时间上面来讲好像也不太够啊，而且这边的话哎进来没能够下到这块板子，那我把这边那没了，残暴的大局观还是清晰啊，那结束了，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。尽力了。穷人这边的话，在我看来，这个局第一波去打，就已经是差不多接近。我去帅，一刀两个人直接带走，感谢大家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